一条车 cam 片已经捉到两大错处，呢两样都可以造成严重交通意外。第一，货车连尾板都冇收就揸走，好撚黐线咯！其他车或路人俾你插一插，命都冇。第二，绿色小巴现架七人车冲尾灯，佢就直接冲红灯，好似等一等都令佢损失几百万咁样。货车疏忽冇收好尾板，同小巴冲红灯，呢两样都系危害道路使用者。所以做个良好市民梗系督灰啦，为咗可以安全回家，呢啲扑街驾驶者唔可以放过。